因为你觉得一个中国好像靠美国可以动摇可以掏空，但是美国的政客只要碰到红线他都退缩了、嗯、最大的证据就是麦卡锡啊，对，碰到红线就退缩了，还倒过来教当面教训你，我也要去看习近平、哦、这只是简直是在洗脸洗到彻底了、嗯嗯。